中华县地方观光产业新重点，全台唯一手做的殡葬宝岛麻糍殡葬发明馆，馆内有真侪适合全家大大细细做伙来娱乐的设施，也有家己动手包殡葬的 DIY 教室，欢迎民众全家做伙来体验，增加亲子的感情。殡葬吼是在北葬吼，北葬我是把咱的种子吼延续下来吼，传统的种子甲延续下来吼，啊会当吼即个足侪人袂晓北葬的吼，来遮学北葬，吼啊嘛看足侪阿公阿嬷吼带孙来吼，伊拢北啊足欢喜，因为阿嬷要北，孙袂晓北，啊阿嬷教孙吼，啊伫遮甲即传统的手艺吼，佮延续下去。一到五哈，你来团体来都可以，我们到我们的观光厂里面哈，看我们制作麻糍哈，边做哈，啊设施咱老店哈，咱会当 DIY 啊有儿童游乐区哈，就是咱球池哈，啊咱外部哈有咱的一楼咱的彩绘区哈，啊彩绘区店馆哈有十二转轮，十二生肖转轮哈，啊里边每一股都有咱的建筑语，跟咱喝话，跟咱俗语哈，啊欢迎你什么心情的？会当去遐甲练一下吼，啊，看你今年运吼。永泰美食连续两年为大家妈廖景提供万外粒的麻糍殡葬，和随行的信众补充体力，和妈祖信徒感受到中华满满的人情味。大家妈每年拢来吼，啊，拢互咱遮个伫遮随行的遮吼，遮个会众吼，看咱行路行八天吼，去互感动着吼。啊，顶年因缘，咱拄好新的工厂来落成伫咱鼻头乡遮吼，啊，咱发一个愿吼，要含遮个随乡的行路的遮菩萨吼结缘吼。啊，咱顶年已经第一年已经来接发啦吼，啊，第二年共阮搁继续吼。啊，伫遮要感恩咱遮个志工吼、阿姨吼，拢毋捌的，啊，拢来甲咱斗三工吼，啊，来甲咱发遮个冰粽安尼吼，自下早七点到下晡三点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拢足欢喜的。吃冰粽麻糍。好吃的冰粽，红粽麻糍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口感很好，谢谢。吃一个，在车上拿的，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就要折回来。那很清爽，哎，那而且是黑糖口味的，黑糖口味里面是包那个麻糍，真的很棒。麻糍冰粽发明馆特别创作妈祖平安粽，除了做公益以外。也好，跟随妈祖廖景的信众，吃粮、煮水打，一年拢平安。公益频道林俊明，鼻头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